殿下，找不到景王，恐怕殷将军与皇上都不会罢休。他们会找到的。洛山十几年狩猎，没见过下这么大的雪。景王怕是回不来了。底下人说，是大雪压到山时才出的意外。找到他时，早已面目全非。不，他不是景和，那是德家皇后留给老三的扳指。皇上。